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在上一讲次我们介绍了服务传送系统管理，这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十三章服务实体环境。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治理技术学院行销与流通管理系陈建佑老师担任本讲次的来宾。尹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治理行管系的陈老师，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服务实体环境的相关理论与实务的案例。本讲次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服务环境的重要性；第二，顾客对服务环境的回应；第三，服务环境模式。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服务环境的重要性。顾客所感受到的服务实体环境对于顾客服务体验和顾客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服务环境啊，是指顾客在服务提供地点时所接触到的周围的实体环境的形式、外在以及其他有关服务体验的要素。服务环境要素对于高度顾客接触以及以服务人为主的服务业特别重要。服务环境的规划设计也是整个服务行销组合与价值创造相当重要的部分，必须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营造环境。而服务环境对于行销管理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这个部分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大家详细说明服务环境的重要性。是的，服务环境对于行销的管理具有四点的影响。第一点为传达服务讯息和强化顾客的体验。服务的环境具有包装的功能，服务环境传达了服务的相关的讯息和氛围，借由符号线索将服务经验的独特的本质与品质的水准传达给目标的顾客。独特的服务环境设计也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让服务企业脱颖而出。此外，服务环境可成为创造服务绩效的工具与媒介，运用独特的颜色、声音、环境及空间，可强化传递给顾客的服务体验。因此，良好的服务环境设计可以使服务体验成为顾客的美好回忆，也有助于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或进行服务的作业。例如，近年来，台湾的便利商店朝向复合式的商店经营模式，扩大的店面的营业的规模，设置了许多的位置，增加了顾客停留的时间，以提高商店的营收。第二，支持服务企业的定位与差异化的策略。由于服务具有无形之特性，顾客往往难以评估其品质，因此顾客必须经常借由顾客的环境来推估服务的品质。服务的环境也以传达服务企业的形象，可以有效与竞争者产生的差异化进行市场的定位。例如，台湾许多具有特色的民宿，借由特殊的外观的设计，呈现欧化式的城堡风格，强化了住宿的品质，凸显出一般民宿之差异性。而服务业者进行服务环境重新设计时，也可以作为重新定位吸引新顾客的目标。例如，台湾麦当劳以 Simple, Easy, Enjoyment 的概念出发，引进了设计风格品味的元素，借由美学风格餐厅的再造工程，打造了美学风格麦当劳的餐厅，以品牌的差异化的优餐的体验更深化与顾客的情感的连结。第三，
增加了服务的价值创造，服务环境可以塑造所要带给顾客与员工的知觉，创造服务的价值。例如，高级餐厅的装潢和用餐的氛围，就是服务环境所创造的价值。另外，星巴克的咖啡所传达给顾客的是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这不是只有借由咖啡的口感所传达出来而已。星巴克也利用了温馨和雅致的装潢和布置，创造服务的价值。因此，顾客所创造的是其所体验到的整体的价值，而不只是一杯咖啡而已。第四，协助了服务接触和提高服务品质与生产力。服务环境的设计必须思考是否有利于服务的接触，以及能否强化服务的品质与生产力。例如，主题的游乐园利用清楚的标志来指引游客寻找相关的协助和服务。儿童的医院利用温馨的布置来减少病童的不安和恐惧。另外，部分的服务的实体环境也设计了许多的相关的辅助的设施，提高了服务人员的工作的效率，或者利用防呆的设置，避免顾客和服务人员犯错。例如，麦当劳的餐厅运用了薯条的铲食，可以确保数量的精确，而员工接位接触的产品也可以维持食品的卫生。银行顾客操作自动提款机时，提款卡及现金推出时的提醒的装置，也可以避免顾客忘记带走。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想必各位同学对于服务环境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节，顾客对服务环境的回应。服务实体环境对于顾客本身的影响，可以从环境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那么环境心理学主要是在探讨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知觉与行为的影响，其中最知名的理论就是属于 SOR 模式。模式中呢，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刺激，第二是有机体，以及第三反应。我们分别用 SOR 三个英文字母呢，形成这个模式的名称。那么这个模式主张，刺激会影响有机体，而使，我们这个有机体呢做出反应，可以来解释服务环境对消费者的影响。那么 SOR 的，这个模式呢，刺激主要是由感官来接收，也就是顾客经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味觉来感受服务环境所呈现的刺激。这些呢由五官，所综合感受的一种刺激，就构成服务环境的范围。那么对于，我们顾客而言，就是有机体产生一种影响，那对于刺激物呢产生一种解释，形成我们，服务企业或者是服务人员的一种知觉。那最后呢，顾客就会做出接近或者是逃避的一种行为反应。例如台湾许多的主题餐厅打造的是一种特殊的风格，那么让路过的消费者可以从这个餐厅的外面的招牌或者是内部的装潢来了解里面的一些的内容，而产生心理上的知觉反应，最后那么使得我们决定呢是否进到餐厅消费。此外那么情感模式也是经常用来解释顾客对于服务环境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模式呢是将人们对于环境的情绪反应根据愉悦与唤起这两个构面的划分。那愉悦呢是指一个人对于环境的喜欢与否所引发出来的直觉与主观反应，而唤起呢则是指个人所感受到的刺激强度。当我们对于一个服务人员的服务失误如果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归入是说顾客高度的不悦
而且呢，还有就是高强度的换气。哦，那这个模式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评估顾客对于服务环境的感受。哦，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节，服务环境模式，在解释服务实体环境影响顾客行为的相关理论中，最完整的模式呢，应该是属于Binner 呢在1992年所提出的服务环境模型，我们称之为 Service Scape Model。各位同学可以参阅图中所显示的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呢，其实是根据 SOR 模式所衍生出来的。根据图中的服务环境模型，我们将服务实体环境当作是一种刺激，该刺激会影响员工或者是顾客，导致员工和顾客的认知、情绪或者是生理的一个内部机制产生反应，进而引发我们员工或者是顾客的行为。哦，那这个行为的反应呢，我们主要是分接近或者是逃避的行为。而模式中呢，包括三大类的服务环境的构面，包括周遭的环境、空间与机能性，以及标示、符号与装饰。这三大客观的环境的要素呢，会共同塑造人们对于服务环境的整体观感，也就是服务环境的知觉。在服务环境模式中，顾客和员工的反应它也会受到一些干扰变数的一个影响，也就是指的是说，相同的服务环境对于不同的顾客或者是员工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主要是要看顾客和员工的一个类型或者是偏好而定。那另外，员工和顾客的内在反应可以分为认知的反应、情绪的反应以及心理的反应等三种类型。由于顾客会整体的来评估这个服务环境的一个刺激因素，因此服务业者在进行服务实体环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考量的时候，其实他应该考量的是整体的一个协调性以及是整合性。那而有关这个三大的这个实体环境的相关的构面呢，详细是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同学详细的做介绍。首先在周遭环境，周遭环境是指整体的环境的一个背景特性，例如明亮的程度，温度、噪音、气味，或者是现场的音乐等，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顾客的感官。当我们顾客接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呢，进一步就会影响顾客的心情跟反应。而常见的这个重要的周遭环境呢，就包括了音乐、气味、色彩以及亮度。这个部分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大家详细做说明。在音乐方面的话，音乐是许多服务实体环境中的重要的情境因素。不同的音乐往往带给不同的情绪的反应，也包括了音乐的调性、节拍、音高、旋律以及音量等。例如，节奏快、音量高的音乐会使得消费者的行动加快，因此素食店、回转寿司或大型购物的中心等经常是采用快节奏的而高音量的背景音乐，如此将使得顾客的行动与饮食的速度加快，借以提高顾客的流动率与来客数，提高的营业的收入。相反的，节奏慢、音量低的音乐会让消费者的行动放慢，许多以浪漫情调为主题的西餐厅广为采用，用以减缓用餐的速度，增加了情侣的交谈，进而增加了饮料和餐食的销售。
而在气味方面，周遭环境的气味也会影响顾客对于服务场所的认知、感受与行为。例如，香味四溢的面包店、咖啡店的咖啡的香味飘散在室内以及四周环境，对于经过店面的消费者都会产生了吸引的作用。另外，芳香精油产品的盛行，若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淡淡的花香，或由花香植物所提炼的精油的香味，则会使顾客产生了欢愉的情绪。因此，许多的旅馆、餐厅、SPA 中心等，都会刻意在服务场所散发天然的香味，让顾客及员工产生愉悦的感受，提升了企业的正面的形象及服务品质的认知。而在色彩与亮度方面，人们身处在不同的色彩与亮度的服务环境中，也会产生了不同的知觉，因为色彩或颜色也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反应及认知过程的重要的因素。根据了曼塞尔的色彩的系统，色彩可以分为三大的构面，包括了所谓的色调、亮度及饱和度。其中，色调是指的是基本的色素，包括了红、橙、黄、绿、蓝、靛、紫。色调可以划分成暖色、冷色及棕色系。暖色系有红、橙、黄，冷色系则有蓝、绿、紫，而棕色系则有白、灰、黑。不同的色系或色调，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联想与情绪的反应。暖色系会带给温暖的感觉，若室内的窗帘、地毯等都是红色、橙色，身处其中会有暖和的感觉。其中，海滨度假的旅馆则喜欢采用窗帘、床单、家具布置成改为蓝色、绿色，因为冷色系能带来所谓的清凉感，而亮度也会让消费者对于色彩的感受更为强烈。例如，橘色的消费环境通常传达了低价且温馨的感觉，客户买到幸福及舒适，而亮橘色则会给顾客更强烈的感受。色彩的高饱和度会给人较生动、丰富的知觉，低饱和度则会让人感到贫乏且单调。然而，人们对于色彩的感觉与诠释，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年龄、性别、职业、种族、社会文化及教育程度等而有所不同。例如，女性则会比男性更偏好粉红色的服务实体环境。中国人感觉黄色与红色是尊贵的象征，日本人则喜欢以白色、素色布置空间，但有些台湾人却感觉过于严肃，甚至是不想的颜色。因此，在服务实体环境规划的设计时，除了必须思考如何运用色彩与亮度来影响消费者的直觉外，也需要了解国家的文化及消费者特性差异中不同色彩及亮度对于目标客群知觉的影响。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在介绍第二个部分空间与机能之前，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介绍服务环境的第二个构面，空间与机能。空间是指设备、设施及家具的摆设方式，以及整体的空间规划的感觉。而机能则是指上述的这些项目能提供给顾客所需要的协助，使得可以顺利的达成服务和消费的目的。尤其是对于某些营业面积较小的服务业者，或者是空间有限的服务项目，有效的整体空间设计和动线规划就更为重要了。例如，过去的 Seven 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等，空间是相当有限的。如何有效的规划室内的空间设计和动线，摆上各式各样的商品，方便顾客挑选与购买，提高商品的周转率，
以及商店的坪效哦，就成为便利商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任务。而随着面临市场的饱和，为了提高来客的单价，让店内的这个产值极大化，那目前门市呢也朝向了一种复合式的商店的经营模式，店铺越开越大旧的门市呢平均大约是25坪，现在展店的坪数呢多半超过30坪，而市区外围或者是乡镇型的一种门市呢，甚至超过了50坪。店内的座位数自动提款机、影印机还有传真机等呢，这些设备可说是应有尽有。丰富多元的这个商品结构，那有些位于这个风景区外围或者是重要公路旁的便利商店甚至还提供了临时的停车位或者是厕所，让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那么甚至呢，便利商店未来也会朝向无店铺的贩售的领域，提高行路的贩售或者是预购的业务我们称作是所谓的第二层的店面。那么内容呢，可能包括了年菜书籍、电脑维修、旅游商品可说是应有尽有。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店面呢也提供了顾客透过网路购物到店取货的一种服务从咖啡店、早餐店的一种零售的这种商店呢，再变身成为你家最近的量贩店。那么由于空间与机能的配置呢，对于消费者的心理跟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许多业者是无不费尽心思来做这个设计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呢为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针对这个部分呢来做说明。好的，薰衣草森林也用了紫色的力量来创造所谓的价值的幸福的景点，逐年来成功的打造出不同系列的幸福的民宿，创造了香草 house 以体验取代民宿交钱给房间的传统的经营的模式，以幸福的感动激发到房客的梦想的动力，将住宿当成了体验，主人变成了管家，房客与管家之间变成了朋友般的相处关系。香草的 house 外形以大型的木屋做成的主架构，满园的香草植物是景观也是散布置的一种一环。从新出发的感谢，极力散播的幸福，全部由内部的团队规划设计，每个房间坪数都控制在小空间、大舒服的中间值，让房客花更多的时间与管家互动。课程的体验及赏景，从玄关阶梯开始，向上到了2楼的地坪，到进入卧房的另一段的阶梯，动线在上下间游动，可能是从弯腰取草叶泡花香草，也有可能是在柜前挑 DVD， 身体像是长了翅膀，到处在宽广的空间里穿梭飞舞。城市的人们的肢体动作不再被公事和家务所摆布，让带着纷扰杂念的城市的房客从自然间得到了疗愈，重新对于生活的感动与光亮。而另外一个案例则是85°C 的咖啡的蛋糕烘焙连锁店，目前小型的门市大概是25到35坪左右，而中型的门市大约是50坪左右。其成功不仅在店址选择、三角窗及产品的研发，在店面上也花了不少的独到的创意。整体的店面规划方向倾向于外带式，因此店所提供的座位数并不多，仅在骑楼或店内摆设了些许的桌椅，让客人消费动线阻碍降到了最低。店面的装潢采用了褐色的大理石的方式，配上了大片宽敞透明的玻璃窗，以明亮的灯光及白色的色调为主要的方式。整体而言，走简洁高雅、大方的风格。前店后厨式的现场的烘焙，
加上的营业的模式，开放式的空间的设计，透过了大片宽敞透明的玻璃窗，不仅展示诱人的商品，也让生产作业过程被路人所看见，很容易让人亲近，抓住了潜在的客源。另外，还在装潢精致蛋糕的等场外放置相关的物品，让路人一览无遗，形成了橱窗的效应。如果好奇，就可以直接在蛋糕的柜前观看形形色色的蛋糕的商品，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更是达到了吸引顾客驻足之目的。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想必各位同学对于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机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构面，标志、符号与装饰。大多数的服务场所都有标志、符号或者是人工的装饰品，来协助顾客身为何处，那么所欲前往的地方，它是做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掌握一个顾客该有的一种行为规范，并正确的认识服务的内涵或者是方式。因此服务环境呢，它的标志、符号以及装饰品，它是提供了明确性或者是暗示性的线索，而与服务场所中的顾客进行一个合一的沟通，例如洗手间的方向或者是位置，那么在自助吧台上的咖啡机如何去操作使用，那么高级餐厅桌上的装饰品等，这些呢其实顾客都会自行寻找这个实体环境中的标示或符号来作为他的一个行进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并了解这个设施或设备它有什么样的功用或者是使用的方法，也会从这些线索里面呢去感受到一些服务的细致跟品质的地方。那一般而言，我们对于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服务场所，例如像火车站、捷运站、医院、百货公司等，那对于一个顾客，如果是第一次来的顾客来讲，标志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那清楚的标志呢，其实可以减轻顾客的时间压力，避免因为时间的紧迫呢而产生负面的情绪，同时也可以避免服务人员他执行服务流程时，因为被顾客拦截询问而产生服务中断，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可能会引起其他顾客的抱怨或不满。但是如果设置过多那么也可能会造成呢顾客的一种错乱。例如捷运的台北车站就曾经呢遭受民众的批评，认为呢导引跟资讯呢标志呢其实是越设越多，光是一个车站呢就可能设置高达370多面的旗帜或者是灯箱，不仅很多的标志呢其实是内容重复的，而且呢排面五颜六色，会让我们的旅客呢眼花缭乱，就是越看呢越不清楚。另外呢，服务场所所提供的标志或符号呢，也应该要注意呢，是否会造成我们消费者反而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应，例如如果在服务场所贴满了说禁止东、禁止西的标志，会让我们顾客感觉相当不舒服。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服务业者所要传递的讯息。例如，零售商如果担心他的饼干被捏碎，那如果你是说用禁止重压，还不如呢，我们可以用我很脆弱，请不要用力挤我。除了以上三个构面，那另外第四点，人员其实也是服务环境的一个部分。除了以上的服务环境要素，服务人员的外表、制服、服务语言或者是行为，也可以来强化服务实体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企业形象。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下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14章服务人员管理，内容包括服务金三角、服务利润链、服务人员管理的循环以及服务人员管理之特性。欢迎各位同学下回按时收看，再会。谢谢陈老师。